辛苦吗？好久不见，难道忘了我吗？风向榜已经做完，该我出场了吧？开场准备好了吗？这是第一步，已经比你快三步，我不会重复，总结唱片故事已经属于我，时装品牌归我，潮流听我，不理八卦在照片真的也是我，你问我流行是什么，我没错就是我。我叫陈冠希，跟我念一遍。还记得我吗？什么大声点听不见？还记得我吗？记得我的电影唱片杂志封面。还记得我吗？就算忘记你不可能看不见。我知道你们都好奇，三年来冠希到底去了哪里？那么不如先让硬黄告诉你。通常被学唱的歌手会哭泣，选择逃避，可我没放弃。改了措施，在娱乐上常常玩企业性游戏，随机应变，大家还有人在怀疑。我不会做生意，我在帮你把硕士季连代言都是我弟。现在请你们留意我的好莱坞演技，当你害怕会忘记，只要重播这首歌就会记得谁是陈冠希。还记得我吗？我叫陈冠希，跟我念一遍。还记得我吗？什么大声点听不见？记得我的电影唱片杂志封面。还记得我吗？封面，还记得我？就算忘记，你不可能看不见。还记得我吗？我叫陈冠希，跟我念一遍。还记得我吗？什么？大声点，听不见。还记得我吗？记得我的电影、唱片、杂志封面。